伊请教老师的问题是有关砂糖橘呢，今年花开较侪，但是生的吼布较少，就惊讲会影响到明年开花迄个量形式变成呢，哦，算讲泥当大细当啦。所以老师这边怎改善？啊，阁有需要吼做补花补果的动作无？伫台湾吼，可能咱就即种砂糖橘咧种诶时阵呢，啊，即、這个新芽比较少吼，即段一般是水分啦吼，就是讲你可能水较少吼，所以你啊水呢小改补一束啦吼，啊惊无花吼，即砂糖橘吼毋免大粒啦吼，所以呢伊通常惊无花，但是呢啊毋惊即个无红吼，伊诶即特性吼是安尼啊，等到惊讲开花时阵呢，哇去。啊，去甲伊即个喷啊，规个拢是许呢，啊，这个就很吃力吼，所以啊，这部分呢，咱就没有吼，你放不用什么，诶，这问题啊，先甲即个补起来，不然呢，啊，这种枝条的这问题要够我啊，枝条的这成熟不是太快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部分不用过度的这担心哦，啊，当时啊，伫自然来。或者大细当有，然后但是啊，你总是爱先有个嘛，吼，今年呢要给他啊，这个处理好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吼最重要吼上盖重要的这个重点。所以这时阵上盖要紧的是，咱讲的讲保花保果哈，这个花个呢啊，爱想办法呢，当可以增加伊的这走果率哈。所以这时阵，那么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哈，这个也这个有呢。那么改，因为咱的来开始转一点啊，有回报的转七杯油啊，转七杯油啊，你加这天然细胞分裂素落去哦。那么盖棚先刷啊，注意哦，好势。那么开始咧下灰哦，再给它，迄阵咱又搁开始转这个四杯油啊，迄阵又搁摆加这天然细胞分裂素，搁加转一摆啊，吼。啊，伊这灰呢啊，改保持掉咧，吼，这样咧起来呢啊。雕个吼，较要紧。啊，即马雕个雕栽啊，对无？咱啊，大温水、小温水拢刷，咱个嘛拢留落来，没有问题。走果率很高，啊，个性呢啊，拢已经雕栽啊，因为咱有即个啊，沙士多这种天然气八分裂素吼，这种雕栽啊。那雕栽了吼，对后边果咱得爱好伊经营起来，对无？啊，迄阵呢啊，咱会当予伊适当的氮肥吼，啊，然后予伊个呢小大一下，啊，迄阵就脱红。哦，迄阵伊迄个红就起来，你就免去烦恼啊！吼，啊，即个会小花较慢一束啦，吼，因讲春稍微稍微少一点点，但是啊，你雕刻了调整一下，吼，即个氮肥稍微高一些些，啊，予伊即个下梢抽起来，啊，下梢抽起来了，咱开始有下梢有即个黑啊红出来，咱得爱控制，开始爱去控制啊！啊，到差不多伫五六月以后，啊，即水红起来。有起来，啊，咱来就袂当多土。啊，迄阵若是阁有落雨，咱就阁用遮吼，因为安尼过年较袂足够皮，啊，迄个呢较袂掉汁吼，迄个啊品质较袂降低。吼，啊，你就是后壁你阁用胶呢去甲伊即个啊小控制一下，啊，秋收麦互伊压起吼，啊，到九月十月特别慢啊，咱即个最即个形成迄阵呢，啊，袂使阁有惊雨，安尼起来才会。基调都拢有搞啊，每年呢啊就产量哦不会下降太多啊，所以不熟悉啊，即个处理的这方式啊，所谓保花保果，其实就是提供伊一个啊这种天然细胞分裂素啊，因为呢啊有当时啊生料较济嘛吼啊，即个授粉较不遐完整啊是安怎，但是咱也知影有完整无完整对不？所以呢用一点啊这种天然细胞分裂素啊，可以。啊，会当较袂即个起早落花吼，也是讲啊授粉无讲足完整，有授粉但是无讲足完整，伊嘛有法度呢啊正常的即个结果，哦，即个砂糖橘不怕产量多啊，即个真侪拢是安尼吼，即有个人讲爱去蔬果，哦，即无啦，即种物件啊，即个有些人伊主要是爱好食麦豆汁，吼，哦，你若是大粒。砂糖橘吼，大粒都无效，大粒伊就厚皮，啊，食到叉叉，啊，伊就袂去，无法度去表现出来伊种砂糖橘的这特色吼，哦。所以呢，伫这中间你免惊讲，啊，但是伊后壁遐，那是钓较济，伊就需要较济这营养，咱予伊淡小块较关一束啦，吼，哦，你当五号啊，吼，哦，免用个一号啊嘛，五号啊加到两遍啊，
啊，卖个落四十三，啊，五啊落两百啦，伊个红就出来，红出来了，咱就开始控制，然后卖个互伊，啊，伊正常就安尼啊，有通就大，啊，咱赶快五号啊落，啊，但是然后有落雨，咱就用。用食去甲控制掉咧，啊！伊防正常诶成长，伊加伊担嘛未想过头济，上重要加袂无够哦。安尼起来，果跟果甲枝条拢控制好势吼，啊！即安尼起来呢，啊！你明年呢就可以正常诶一个生产。那么若是到采收伊只遐，正经若是搁咧透风吼，你可能啊，迄个时阵咱必须要吼，必须要就是磷酸去食吼，迄个伫后面去补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唔通补紧紧，因为你伤早甲补这个啊，这个正常，你用民生一家去甲补，会提早这个页面的老化，这后面呢，啊，提早老化呢，伊就提早老去，吼、哦，就不是迄个药啊，呢就安尼啊，较无通遐尼好势，啊，药啊无够，伊就会吐红。叶子若无讲，伊药啊若真落去提早落去，因为就要补充，所以伊树体就开始个冒新芽，啊，真麻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啊，这下稍来改一下，注意一下吼。啊，等采收刷了，啊，咱较去做适当的一个，啊，卖收早种，但是呢嘛袂当，但是讲啊，爱适当的一个修正，吼、哦，啊，小修正一下，啊，应该明年呢就无啥物款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个性较保掉嘞，吼、哦，天然细胞分裂素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赛托克呢，咱真侪好朋友用过，对。啊，大家拢会讲，安那用煞那爱用，煞用甲煞会调安尼吼。啊，一项物件互用甲会调吼、哦，你就知影讲伊个道理伫对只吼。确、哦、实伊个即个啊，即、這个好个比咱种感觉买来一个好朋友吼、哦。那么因有诶较爱用迄个沙士土，有诶较爱用浸泡绿真藻素吼、哦。这啊各有各的支持者吼、哦。啊，有诶人问讲啊，即两项有啥物东西天然细胞分裂素？即两项有啥物无共款？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伊个原料无啥共款，哦，伊个迄个藻类的来源不太一样，哦，但是因处理的一个啊萃取的迄个手段来讲，吼，是啊是这个萨西波这个较厉害，哦，这个呢是比较纯化，哦，所以这天然气部分的水浓度会较高。那么，当然因为伊个这个纯化较广，所以伊个单价也会比较高啦吼，所以你看老毕啊吼，就是啊，这两种拢会使啊。那刚刚讲像你这生只济啊，我也是建议讲啊，反正你睇下一点点啊俩，咱咧就是喷你一点点啊，比迄个单价真的没有差很多哦。你当你比较看买者啊，真啊效果比较好啊。你大概是安尼处理东西啊，先甲回报给我的啊，因为你如果今年若是无生只开只济花，无好掉落来吼，也消耗能量嘛。啊，但是呢，伊个每年搁较乱，啊，所以一定爱调，爱个调咧，啊，咱适当互伊补充些营养，慢慢哩的，哎，当正常的姐姐管理，吼，提供互咱就好朋友，吼，小姐参考，啊。嗯哼。